大家晚安。直播前拉一首歌给大家听一下，刚好九点钟。刚那一首是And I Love You So， 我蛮喜欢这首歌的哦。我很喜欢一些有一些西洋的老歌，还蛮有味道的。好，所以刚刚好，来，大家晚安。有没有谁已经上来了？我先看一下哦。好，嘉玲今天拔头香哈，嘉玲晚安，嘉文晚安 ，Jenny 晚安，裴山晚安哦。这个是林芳，是不是？晚安。刚那个，我一直觉得收假直播哈，想给大家轻松一下，所以我不知道刚这样开场 O 不 OK 哈？有没有觉得很有气氛 ？OK，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 OK， 下次以后我们收假直播，我可以就那个一开始先拿一首歌给大家听，然后我们再进来今天的主题。我是觉得说，其实直播方式可以轻松一点，然后让大家，我觉得除了股票之外，除了大家赚到钱，也可以提升一下我们生活的乐趣，提升一下我们生活的情趣。好，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哈，来。下次换一首，每个礼拜都拉一首不一样的给你们听好了。你们知道礼拜五的股市，美国股市没有开盘嘛？你们知道吗？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讲美股了，等一下就直接讲这个上周的一整周的三大法人买卖超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上礼拜的三大法人买卖超哈，这个已经到了七月了，那我觉得这个七月的走法有点不太一样，好，这个指数很喷，可是不是每一只股票都爱涨，那这个时候就要怎么做？好，其实有一个办法很简单呐，你如果怕你的选的股票不涨，那你就一小部分资金，你就去买台湾五十，因为指数涨，全指股一定会涨，你去买那个台湾五十，元大的台湾五十0050这一支。我们看一下上礼拜外资的五日就是一整周的买超排行里面，以买超金额来讲，第一大是台积电，我这不用讲的，那第二大鸿海，来。来，亲爱的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鸿海到了85就上不去哈？因为我们有粉粉手上有鸿海，还是他的家人有买鸿海的，有私底下问我。你私底下问我，我就告诉你，因为我觉得85以上的鸿海压力比较重，不是说他不会上去，而是你有没有发现鸿海他一年一年的这个压力，就是他每一年的高点，你有没有发现鸿海一年一年高点越来越低？好，之前他120，再来100。
好，再来95，有没有一年比一年低？那今年呢，来到这个85有压力了。那你说会不会上？哦，我觉得还有机会，因为现在整个行情非常热。只是鸿海，整个鸿海集团，整个鸿海的营收获利感觉上已经没有往年漂亮了，所以说你的钱如果要压鸿海，基本上会比较没效率。如果你要买鸿海，你不如去买台湾50，可能台湾50涨的都比鸿海来得快，因为有台积电嘛，有其他的全资股。所以鸿海买超第二大是鸿海，再来台达电，星星，再来台湾50，里面还有群益25年美债，然后智邦也有台湾50反，中珠、大力光、中华电、延华、世新 KY、 富邦煤、和泰车，其实世新 KY 是这一波里面已经算是小型股。你看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大型股，可是世新是里面的小型股，然而它的卖超金额却在排名前面的，所以你看这一波的世新有多飙。再来是富邦煤、和泰车、大成钢、翔硕，那翔硕这档股票基本上已经来到1585了。 我想到翔硕，我就想到去年我还在君安的时候，在470这边还带会员买过，但是我们当然没有报到现在啦。我有晨晨带过的股票看来后面都还蛮不错的，什么大学光、嘉登都是。再来翔硕、益丰，这是前20大哦。那再来第21大是什么？你猜猜看。第21大是我们会员手上有的敦泰，没想到他在上礼拜，没想到外资在上礼拜一个突然大买，居然可以来到前30大里面哦。敦泰，那敦泰上礼拜很漂亮，因为在礼拜五最后收在 36.95,37 没站上是有点可惜的，但是买的这么强，买的这么急哦，当然后面有一个除息，还有一个减资的题材。那其实我要在那边跟各位讲哦，有的减资其实是有一点，当然有的是为了避税的效果，可是还有的你要留意哦，有的减资哦，它有的是怎么样？为了后续，比如说，像以敦泰来讲是神盾，有可能减资之后它把股本变小了，那神盾要来跟他合并会比较容易一点哦。那另外一个原因是，减资还有一个目的是股本变小，然后呢 ，EPS 容易往上拉。那 EPS EPS 往上拉，就是每股税后盈余往上拉。那往上拉的话，未来股价就容易再怎么样，再被炒高，就容易再被炒高。所以，我觉得敦泰可能有这个机会啦，所以我们会员手上的股票基本上就，如果没有什么大变故的话，原则上可以再报一下。那除了敦泰，我们回过头我再跟你讲一支现在没有涨的股票，但是我在前几天我跟各位提了，那就是同心电。同心电合并胜利之后，如果你有去看我的节目，我大概都跟你说明了，我再很快再提一下。同心电它合并胜利之后股本变大，可是同样的它接着它也要办减资，那同心电减资之后股本就变小，那股本变小可是它又加进了胜利的营收跟获利，所以它的获利就会很漂亮。所以等到未来减了资，获利又变漂亮，变更漂亮之后，那同心电去年赚5块，今年拉到100，快160，去年也有拉到快160，也有拉到160。好，那今年呢，他就不止赚5块了嘛，因为他把胜利的营收灌进来，那灌进来之后，股本只增加一点，因为他
会再减资，好，会再减资 23%， 那在减资下来之后，它股本又变小了，好，就是比两个加起来之后股本，就是比同心店原本股本再大一点点而已。可是呢，获利呢，获利上来很多嘛，那获利上来很多，那如果去年是160，那今年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，会不会怎么样？会不会过了160，对不对？那过了160会到哪？那就不要猜了啦。哦，如果你要用几倍本益比来看，有时候常常失控嘛。好，君家错过没关系，回头看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哎，那为什么佩珊上来你还没上来呢？你是不是在洗碗？哎，掉了，等一下我弄啊，因为好像手机不稳。好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投信，好像刚只有讲到外资的。那投信呢，买超上周一整周的买超排行里面第一大也是台积电，再来联发科、星星、建鼎、瑞昱、金策、大力光、台骏、福茂、联咏、伟创、旺系、台光电、创意，创意284涨停，来景硕，我觉得这一波那个四星做完了，可能他们会回过头来做创意啊。那你说创意284.5涨停，去年的创意有到290，因为去年我在君安的时候也带会员做过创意，我们不但做了创意，也做过四星 KY， 只是也没有想到说四星 KY 会飙成这样子哦。景硕、精彩，那精彩你有看到有压盘的哦，来到 119.5， 那景硕是 71.5， 华汉 284.5，金城仪 35.4， 中鼎、翼龙、裕泰。今天是7月5号，明天是7月6号，6、7、8、9、10，换句话说在下礼拜的一整个礼拜营收都怎么样，陆陆续续都要公布了，所以有一些营收公布了可能会利多暂时出境，营收不好的也会利空暂时出境，所以下礼拜的个股行情会怎么样？也会非常震荡，也会非常震荡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个盘呢，我觉得拉回啊，我觉得拉回你去买都不用太担心啊。当然也不是说不能追，强势股去追，它也会越追也会越来越高。好，只是讲你要看它已经涨多少了，好吗？好，这是投信的，你发现投信的比较不是全职股，但是你去看这个外资的几乎都全职股，差在哪？因为外资他如果真的回头，他也不知道买什么，他就直接全职股一直敲最快，所以你看上礼拜的台指已经创波段新高了，来到11900了，我最主要是跟外资有关，因为外资全职股就是给你买上去，那你发现投信买的还是比较偏向中小型股为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营商买卖超金额的部分哦。我自营商买超联发科、开发金、华勤、大力光、景德、台骏、瑞昱、信华。你看景德这支股票也是被投信买上去的，台骏、瑞昱、信华，来，信华很有趣哦。信华在礼拜四、礼拜五这两天都是利空哦，连着两天报纸放利空，可是信华却在怎么样？信华却在上礼拜五一个利空之后开低，然后怎么样？就往上走，往上走。
当然新华一开盘开蛮高的，1260，可是呢收最后收哎，我这个不太对，对啊，他的礼拜四是最低点嘛，哦，那礼拜二礼拜四最低点，礼拜五报纸还是利空嘛，可居然利空不跌就拉上来了。那信华来到这边基本上已经来到20日的月均线12945，那你说他会不会洗洗再上？我觉得这种高价股哦很有可能，因为基本上筹码又稳定，因为之前1500被调节掉之后，好，那刚讲到信华，再来我刚刚讲的是上礼拜五的，那重来一遍，那自营商五天的上周一整周的周买超是大力光、益龙、开发金、台骏、爱普，你看这只爱普之前不是很争议，现在怎么样又来到500了，这种就是有主力炒的股票基本上它不走，它不走你也拿它没办法吧，它就是一直往上做，瑞昱、景德、中华电、华勤、同心店，同心店自营商是天天买，那我知道买的自营商比较以这个哪一家，以这个大和国泰这家投顾，这个券商大和国泰券商，那谁会下在这边，我是认为是国泰啦，那国泰是寿险的在买呢还是国泰投顾在买，那我知道国泰这一支对同心店一支是情有独钟，当同心店股价拉回的时候他们就一直买这一家股这一支同心店，所以可以留意一下同心店，我已经跟你讲很多次了，联咏创意两个都涨停，鸿海、台达电、南电，就是跟外资也看起来在同步嘛，还有宏杰科、巨阳、金策、统心、联发科、可成，再来台鸿、盛辉、正隆，好，前20大大概就是这些。那我们从这边来看，三大法人在上周的整个买卖超里面，你发现台达电，有台达电，然后台积电、鸿海，全资股就这一些啦。中小型股呢，你再来看哈，中小型股，你看这些中小型股里面，多数他们怎么买来买去就这一些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感觉上创意是新的啦，那联咏在这几天也是有走强的，不然其他我觉得感觉上就是这些一直轮来轮去，一直就是这些轮来轮去，那你基本上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多数都高价股，请问一下这边他们买超前几大里面有没有低价的，你看自营商前20大，我现在看100块以下的开发金，现在自营商里面开发金在鸿海、南电、宏杰科，还有没有？没了，这样几只开发金、鸿海、南电、宏杰科没了，才四只，20只里面只有四只100块以下的，16只都是高价股，所以我不是跟你讲说陈诚做高价股的胜率非常高，因为你不要说高价股你不敢买，因为你要想今天公司好它股价才会高啊，那你买你当然买公司好的嘛，所以如果你资金不会够，我真的希望你来参加陈诚的高价股会员，就是我们钻石等级以上的，我们现在来看投信的，好不好？看投信的上周一整周的前二十大，我们先来看有几只是100块以下的股票，好吗？我们来看有几只是100块以下的股票，
星星、福茂、伟创、景硕、金城银、中鼎，没了，前二十大。前二十大有六支是低于100块以下，但这六支里面有蛮多支是因为，富时把这个高股息的这个成分股做调整，所以投信在上礼拜一直去回补这个高股息的这个部位，就是他们也去做这个调整。二十支里面只有六支，假设你要再扣掉这个高股息的投信买超去做调整的这部位。那基本上可能只有多少，可能福茂那就没了，那就没了，哦，那就没了。所以配三高价股你可以做100多块的啦，你不要去做200-300块的，100多块也 OK 啊。像我上次讲的台骏有没有，然后我现在讲的这个同心电140 也还 OK，200块以上可能就多了嘛，可是100多的股票很多也不错，很多现在100多的股票未来可能就会涨到200多啊。OK， 好，那再来，这是投信嘛，对不对？那外资就比较不一定了啦。可是你可以发现我们内资有没有？内资就比较偏向做高价股，好，内资就比较偏向做高价股。那这是上礼拜的这个整个三大法的买卖超的部分，在这边跟各位。稍微做个说明。好，那你想要知道下礼拜的操作策略，我告诉你没有什么策略了啦，因为现在的整个行情已经在喷出了，你现在手上就是要有股票，好，差别只在你要选什么股票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，那我跟你讲这些三大法的买卖操，你就跟着这些三大法买卖操来操作就可以了，来操作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晨收下直播，我的部分跟各位播到这边，有没有要问股票的？我们开放三档股票让大家来问一下，好吗？有没有要问股票的？有人要问股票的吗？一成问康控，金星科。康控，来，我跟你讲哈，宜晨，那个康控最主要是125这边会有压力，所以大概就在这边，哦，大概就在那边洗，哦，大概就在那边洗。那金星科呢？因为现在创意也不错，四星也不错，我觉得是金星科可以抱牢哈，你就可以抱牢。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多头，所以我倒不觉得不用沿着五日线做啦。可以沿着这个，沿着十日线或沿着月线来做，因为它整个都往上，好吗？若平，我跟你讲了哈，这个大多头股票都不好。俊佳现在在帮我做这个什么工商广告是吗？好久没出现哈 ，AV8 D 信的，好，来俊佳，给你比个爱心，
佩珊你不要吃醋哈，好不好？我跟俊家比个爱心哈。旺系也是这个题材哈，也是在这个台积电相关概念股这个探针卡的题材当中哦，我觉得旺系也 OK 啦。我觉得现在这些股票都是强势股，你抱牢就好了。旺系最近量都出来了，你就抱牢啊。哦，我是觉得这一波是大行情啊，你可以沿着月线操作，不用沿着五日线，沿着五日线太短了。茂林哦，茂林哦，我应该这样讲哦，键盘股有晶圆、茂林跟科嘉，我感觉啦，感觉资金哦拿去炒科嘉了啦，所以你会发现茂林已经在那边盘很久了，我总觉得投信这一波应该已经换股操作了，哦，投信这一波换去炒科嘉了，所以你说会不会再上？如果他有一天回头会，但是我认为短时间他不会再上的，他会在那边洗很久。如果你不想等，我建议你换股操作，哦，你不想等，我建议你换股操作。好吗？好，因为茂林当初是投信认养的，没错。可是你可以看到茂林现在外资跟投信都在卖的，所以他应该会洗一段时间，哦，那你如果没办法等，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他会洗多久，只是他很明显就在那边整理啊。可是这段时间很多股票都在喷，你如果换股，可能资金上会比较有效率一点。那你如果是因为被套，一样哦，你们很多人套了就这边跟各位讲一个观念啊，你们很多人被套了之后你就不动了，你要等他解套。问题是现在法人的资金不在这边，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不如这个时候去换一下有人在做的股票，可能会比较快帮你解套。因为现在是股市在大多头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担心说你换了之后，然后你就又买到会跌很快的，你只要你就去换那个刚转强的股票嘛。那老师我不知道怎么换，那很简单，哦，刚刚俊家已经帮我把工商广告都打上去了，你好好看一下好吗？哦，你不知道怎么换，那你就跟着我做嘛，我带着你换。神盾哦，也是啊，和神盾也一样啊。神盾在这边基本上他因为手机现在销量不好，所以他也在这边做盘整嘛。你看那个神盾的200都站不上去，如果有一天神盾210站上去了，也许就可以去追了。不然这个阶段的神盾很闷，哦，就跟刚讲的茂林一样，就在那边等。那当然如果神盾有5块10块的价差，你要这样赚来回做也可以，哦，不然你真的要神盾走强，他就是要210站上去。星象哦，星象我觉得还可以耶，星象我觉得还可以耶，主力都还没跑，它并没有爆大量下跌啦。你说礼拜五一个量也不算大量啊，就是涨多拉回而已啊。你看星象三四百块也到80几块，三四百也到800多了。现在就是资金行情啊，就是资金行情。我今天哦，昨天礼拜六哦，昨天做了什么？今天我其实没出去，很简单啊，我光家里的事就忙不完，因为晨晨家蛮大的嘛。我前面有院子，你们也看过，有时候贴照片给你看。我后面有泳池，然后我会整理院子，然后
拉大提琴，看看电影，然后游泳，因为今天在泳池待蛮久了。然后傍晚的时候，我们社区有篮球场，所以带孩子去篮球场动一动。那因为我的脚要复健，所以我也在这个斜坡。我们社区有小小的森林步道，所以在森林步道也走了一下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吧，转换一个心情吧。其实我的音乐细胞不好，可是我蛮喜欢拉琴的，因为拉琴自己会蛮疗愈的，自我疗愈这样子。那我刚其实是八点我就来练了，那练一练其实要直播了，其实我不太想停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干脆我就提早开直播。今天是8:55开直播，我就开了。我想说，那我再拉一首，然后顺便给大家听一下这样子。好，那股票都问完哦。那现在9:33。最近好像没有看到券上来。今天晚上券没上来，没有哈。俊佳，你不要扣姐，跟老师的行为一样，开个玩笑。好，昨天哈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教小孩哦，像俊佳，你们小孩也比较大，都比我们家小孩大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教小孩啊，因为我昨天哦在家，然后我听到我们家女儿老大跟老三好像有一点小小的口角，我只要听到小孩讲话很大声，我就会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，然后我就会问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。好，那然后光跟小孩讲尊重这两个字，我就讲了一小时。这都做我小孩很辛苦，要常常听老爸说教。我不骂人哦，但是我只要讲道理，一讲就讲了一小时。好了，如果没有，那我们今天收假直播就到这边。明天早上还是会跟各位有这个财经晨光约会，大概就讲一下这个礼拜五的买卖操，然后财经新闻解读一下。好，那这个行情不会，我跟各位讲，这个行情你不要怕拉回，好，因为我这边跟你强调一次，如果我怕你没有看到我的股海大丈夫的节目，你们是股市老手或者已经做好几年的，请你去看一个事情，你去看最近的成交量，上市的成交量跟上柜的成交量，上市的成交量现在大概都有在1900-2000。你去看去年点数最高在12000之上的时候的成交量在哪里？的成交量没有像现在这么大哦。上柜的也是哦，上柜就是300-400亿。你看一下现在的上柜，现在上柜之前前几天是500多亿，然后到了800多亿，量都喷出来了，量都要喷出来了。换句话说，现在的行情比去年比今年1月高的12000点的行情还要热络，成交量还要来得大。现在成交量这么大，却还没到12000。那你说会不会过？我跟你讲会过。所以这个行情如果有拉回，你要怎么办？你是要去杀，还是有拉回你要去买？我已经跟你讲很清楚了，现在的成交量比去年还要热，比去年的高点还要热。可是今年现在指数还没过去年高点，上柜已经过了，指数上市还没过，会不会过？迟早会过。
所以拉回，你现在空手的拉回你就要买。俊佳，你两个正好跟我两个老大老二一样，我们老二老大也要升二年级，老二也要升国中，你多一两个跟一个多同款，但是你比我较少年，你会比我早享福。好，所以跟各位讲完了，就这样子好吗？那我们今天的收价直播就到这边，好，那祝各位下周的股票支持大赚，拜拜。拜拜，晚安。